哎呀，别看了，那喝点粥吧。这个是胃药。休息呢，就别给他看婆婆。哎，小子，最近都住这儿？客房？难道你们俩已经……这个速度太快了吧？医生，哎，能不能让他休息一会儿啊？我就一分钟，说完我就走。那，你早上应该休息一会儿了，现在生病呢。应该多睡觉。我就一分钟，就一分钟。一分钟啊！行吧，小老板，这不就成了吗？这就成了啊？我怎么没发现？别装傻，你看这不设周围找不着劲儿，四舍五入一下都可以结婚了。那天在医院，医生说我是她男朋友，她好像没反对。那你怎么说？行了，小老板，赶紧趁热打铁安排约会呀！你俩这部剧再不进入高潮，我可真追不下去了。一分钟到了。医生，你快回去。哎，我这就走。好，走了。走了。嗯，明天。我想出去走走，锻炼锻炼身体。明天啊，锻炼身体，你能下地吗？那你现在先休息一会儿。说好了强身健体嘛，咱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既然路过了，那就顺便进来看看。你套票都买好了，还说路过？啊，这是米生送我的。哦，不过电影可是我选的，你如果不喜欢的话，我们可以换。我喜欢，只不过你也喜欢这种类型，我有点意外。这个呢？Yes, there's a lot of effort for two lollipops. Oh no! The police! What are we gonna do? Come on! This is gonna be fun. 那小子好丑。那没办法，你选的动画片。我以为这是 baby 的我呢。嗯，这就是啊。哎，我以为这种片子能有点内涵。多有内涵呢，我喜欢。我以为是因为我画漫画你才选的这个片子。啊，对啊，是啊，就是因为你画漫画，所以说我特地为你选的这个片子。吃一个。你拉我来这儿干嘛？我有东西送给你。嗯，不用了，我什么也不缺。你刚才给我那个小黄人的玩偶太大了。不是工作奖励，
他叫 Mr. Gong， 是我专门为你做的，送给你。又送啊？我先说好啊，如果你决定收下他，就得连他说的话一起接受。他说什么？问这么多干嘛？你还想不想要了？不想要算了。我要了。以后我必须24小时在你身边，任何情况下务必保持开机，随时接受老板的语音通话和定位系统。什么呀？这不是你之前说的那个？可你已经接受了。我后悔了。不要！不行，没得商量。什么嘛，这么霸道，分明跟你一模一样，你的化身。不过里面有些话嘛，我并没有删。你如果想听的话，可以随时翻出来听。只不过你每听一句，我的手机里都会收到通知。这样我就知道某些人有多么的。做过什么？多想我。是一个小小麻烦，挑战自己内心的容量。我看着你，求上天再赐我力量，教会我成长。就请你带走我的心，甜的诱人的幻想，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。难眠的长夜，临摹未来的图画，绘本里是我们的梦想。你是我的那小老板，下班了吗？下什么班啊？我给你送文件啊。怎么还没下班呀？公司的下班时间一直都这么晚吗？符合用人规定吗？老板，2点。一直在家等我呢，小老板，你要是想石小念啊，你就回家，这是你的公司，谁能管得了你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那你现在在这坐着什么都不干，也没办法给公司创造收益啊。你要学会把工作交给底下的部门去做，自己一边享受恋爱生活，一边把钱赚了，多好。我不在公司，一样可以把钱赚了。那你在上班的时候就回家，被他发现了，他一定会觉得我特别想他。你要是没事儿，就先出去。我有事儿，小老板，这个文件你不签字，下面员工怎么工作呀？还有啊，小老板，关于那个报警系统的事儿，合作方那边一直没给回。而且我听说，之前一直跟咱们合作刘总那边，最近开始频繁的跟陈柏他们接触，好像已经要转投那边了。昨天晚上还有人看他们一起吃饭。吃的特别开心，我知道了。
但是开发警报系统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，任何人都动摇不了。